你看我，你有贼。滚！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我才不是那种人呢！别摸我！我这手是用来疼我老婆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真是高手。Thank you.
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我好玩的？哎呦我的妈！给钱一百块钱！我的妈！你别笑！我去，你多好欺负的财神啊！静静着急了。嗯。那你还合计啥呢？赶紧开始游戏呀！我跟你要不硬碰交代啊！我知道。嗯。手也碰不着。我都试了，那胳膊够不着的，这可咋整啊？你说手够不着，腿就够不着吗？哎呦我去了，又腿不行，不帅，俊俊，你还我！妈，你欠我现在够啊够！你这赖皮啊！你拿来，我给你。老妹儿到哪儿下车呀？要你坐这儿呗。喂，爸呀，你给我打200万，我要盖两个厕所，快点。哎，爸呀，你给我打2亿，我买两个原子弹，那个炸点小鱼吃。哎呦我的妈！I say